在这个场上，情侣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情绪，但你知道，虽然我不会说话，但是我觉得我对你所做的，还有我给你买的东西，还有让别人帮我追你，我觉得都是我心意的体现。我得不到你，我就要让别人帮我来得到你。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你而已。你应该看到我的心意，而不是辜负他，或者是选择无视。我知道我有错，老师说的对，表达方面有问题，我需要去改正，去学习，去提高它。但是我希望能更多的给我理解，给我时间，让我有充足的这个准备去改变它。叫一次真儿，刚才你有一个不是表达问题，是价值观的问题。我让别人去追你，我送你东西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你，我没错。不择手段的让一个女人爱上自己，你觉得这对吗？谢谢郎妹，请回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他们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